我们等一下有时间会练练剑，就是沉嘛。那你压着他就这样干下去吗？对啊，就真的就这样。或者我不要压，但是沉劲是第一个劲。我跟你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有沉劲了吧？跟手是一样的嘛？就我跟你的手一接就已经有沉劲了嘛？你看你现在是用的尖利嘛？对，是不是？但我觉得我比较好。这样子你怎么弄呢？啊、你这样子你已经输了。正力，我正力线。不是你用的力量就已经错了嘛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样子的时候，你那样子，你这已经空掉了。嗯。那我这样的时候我没空啊，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我管他，我走了。你走，你这边就空掉了嘛。嗯。江文董，原因什么？原因是你的力量变成往那去了嘛。你看我手一搭，你的力量往那边去了，你这边是不是空了？对对对啊，因为我要挡你，你都没有挡我。因为我没挡你嘛，我的手就往这放嘛，我的手就在这个地方嘛。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反应去压我？你为什么会有力气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松沉啊。我有点听懂，对你根本没有，你就是松，你就放。我根本没有这个嘛，我没有这个嘛，所以手一搭就是松沉啊。我非常我听得懂，沉肩他要落胯，落胯其实就指的是他那几根韧带要松掉了，就下去了嘛。就是对，松掉他就下去了嘛。下去以后，你的上身就往前去。对，去了。他落胯的理论就在于这几个，他就不是撑，他就这样子落下去了。他落下去嘛，落下去你上身是不是重？对，上身就啪就往前。对，那好，那去了。他腰的话，你的胸就往前去了。他腰的正确的该怎么讲？正确的叫他腰，就是腰，就是这个力量就往下就对了。腰肌松掉啊，你不要抓，没有抓着嘛，不要抓就是他腰，你不要抓嘛。正常会变相反啊？我听对，没有错，我确定了，对，我知道，就不要抓就是他腰，这么懂？我懂，因为平常是在抓着他啊，或者有些人是往后弓，往后弓，你的腰肌也是一样是紧。所以是他这个字是趴趴下来，趴，你没看那个楼塌吗？对对 对, 对，楼塌是不是哒哒哒哒这样子的？啊，你讲的比 Q 还好。对啊，我听懂他讲什么。江文董，他也在讲的，你讲的比较好。他因为中国人，这个他那就是他嘛，他没有用他这个字。对啊，好，很棒，很棒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一个结构塌下来，他不是这样子塌下来嘛？它如果是一个结构体的话，一个结构体它下来，它是下面先倒嘛，下面先倒嘛，然后上面就往前滑，滑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一层一层往前滑。这样不懂？放漩涡。啊。那是怎么转？转一百，刚好转360吗？对呀。对。嗯。像是转180，是转360。我看你是从哪边转啊？对啊，不是一个正面啊。三百六啊。360啊。有些地方是转360，有些地方是转270，不一定。凤凰漩涡类似这个的，不是在一个。全里面才有，哦，都有，哎，对对对。叫何老师你示范一下。哎呦，现在练这个就练这个，你把这个先练好。好，再碰你要砍树，砍树就倒下来了，有点。他现在，比如力量从背上下来到这边，这边就在哎就跑下掉下去，就像树倒下，可是他没有到，那脚就等于脚是固定的，就等于我现在树从这边断下去压到人家。有点这种感觉，我到脚的力量好像都没有那么用到。那是往下啊，所以你的膝盖不能往前推啊，不能往前推，站着不动。那我要怎么样？理论上我这边还有力量在上面，像如果是外加的话，哇，我就加把这个汗把你冻倒。对啊，理论上那家也可以。那如果现在我到这边松的话，这边力量我是很大，可是等内家他不跟你那样子抗啊。那等于树干倒，那我脚力量怎么在上这个？因为我树干等于从这边断，这边有点砰，就像被砍倒了。跟你讲，它不是树干，它是一个球。对对，有点那种感觉。它是一个球，它是这样。对啊，
啊，对，它是一个球啊，它可以停啊。哦，还有可以力量，可以力量可以再上来。你不要太执着于那个好，好不好？它都是自然的，它下去跟上来都是它自己的事情，不用你去操那个心。我懂，有这样有一点懂，有一点点懂。这样懂？我们现在在练的就是那个自然的东西。我知道，这样才会。以后你要加进去人为的东西，那是以后的东西。懂不懂？懂，啊，只是会突然间会，一定会那个小强，就是那个习惯。对对对对，其实这里的吃的都很大，所以一进到习的时候，啊，其实时间会断掉。那我如果我们这样子出剑的话，我们也常常有单脚，我们会不会踩力量都集中啊？这些那个不会啊，我们用势啊。那为什么你不会？我们用势啊，我们不是用局部力啊。所以我们不会把阿基里斯腱延展那么宽，那么长。阿基里斯腱是从小练，你要练轻功什么啊，基本上是要从小练。可是代表我们不会把它就这样故意这样伸展它到极限，然后就贴。不是只用它，然后走胯虎也是练那个阿基里斯腱啊。对不对？你单脚这样，可是我们不会说发力完全用它发力。晓得吗？它是辅助。就我讲嘛，第一力一定是沉醉力嘛。当然，我有点懂，所以就不需要这样子。因为你如果第一力不是沉醉力，你用小腿，你用阿基里斯腱，你要是把你这个重物啊，用那个东西去把它推出去嘛，对对对，你把你自己的重量推出去嘛，对对对对，那用重力就不是啊，用重力是我已经在动了，对，后面只是加力啊。哦，懂一点点，看不懂？懂一点点。就你车子已经在跑的时候，当然轻嘛。你车子没有跑，你在那边还硬要推硬啊？其实我们不会有这种动作，在空中不会，对不对？在空中是会啊，那代表我这边阿基里斯腱受力会非常大。不用啊，你的腿就走了，你干嘛要拉着？啊，对哦，你干嘛要拉着？就走了，你就走了嘛。干嘛要拉着？啊，真的拍你！我是剑要杀你嘛，拍案叫绝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剑要杀你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打死都没有想到，不要以为这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这很是吗？对呀、啊。脑袋就卡在那边了，就是拍案叫绝。因为他们的发力是从那边发。对。其实，拍案叫绝。其实你的剑如果那么利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发那个力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是不是？对啊。除非你是重剑，你是带盔甲，带什么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哦。我懂。对啊。